呢位医生愿意细听求诊者嘅故事。如果可以了解多啲佢本身个人系点啊，或者佢个成长背景系点嘅时候咧，确实我觉得系可以帮到佢病情嘅。身体力行，将关爱以行动实践，医治患上重病嘅人受伤嘅心灵。佢系医心医生陆海怡。生命传爱的故事，8月8号星期六晚上11点播出。